是咱永进乡各界的111年度来庆祝重阳佳节。庆祝重阳佳节呢，尊敬老尊贤。那今天的活动内容呢，最主要的是要来表扬乡内我们的长青楷模，以及呢敬老楷模。那在我们表扬的内容里面，因为永进呢有24村，那接受表扬的，以及呢我们全乡啊符合我们受奖有65岁以上的，大概有6500多位。那在我们表扬呢啊长青楷模，我们的受奖人数24村呢，总共有36位，敬老楷模也是在36位。但最难得的，在我们表扬项目里面有钻石分以及金婚。钻石分呢，我们有34对，啊，金婚呢有2对。那在这2天呢，有彰化县政府还有中央的卫福部代表来表扬乡内100岁人瑞了，永进是最长的所在。那今年度接受100岁人瑞的授奖表扬，总共有5位。那我们呢，除了道府表扬之外，也有3位来到我们公所接受我们中央卫福部以及彰化县政府永进乡公所永进乡民代表会对于呢100岁人瑞的祝贺。那今天的表扬活动啊圆满礼成之后，为到场的我们钻石分以及金婚以及我们受奖人员呢，啊，我们会在下午的时间呢，仍然到府来跟他祝贺。感谢媒体朋友的关心，更加感谢呢我们永进啊乡亲的支持。我们在这里敬祝天底下所有的长辈重阳佳节快乐，家中有一宝，家中有一老，就如呢家中有一宝。祝福我们天底下的我们的长辈呢，每天每一天快乐过日子，大家健康吃百里。你看咱的主委、姚主委，跟咱的船长，李船长，拢专程来甲咱贺电的，咱的白金婚结婚70周年来接受表扬，吼、哦！而且咱搁甲恭喜，大家快乐过日子，欢欢喜喜吃百里，好唔好？好，好，好，谢谢，谢谢。那我对渔民的新风化表，都是水在里面的新话。那重阳节啊，